嗯，一上来发一个侧拳，打透陈梦的防线。嗯，非常。啊，同样的也是。 形成反手相持，啊，另外呢就是旋转的有这个反向的作用。嗯，这还是形成。嗯，刚才侧切一板。 啊，陈梦用，现在改变发球，用反手发，这一般轻松，拿到局点10-11，11-1，啊，这一局呢，压力和氛围，嗯，发一个偷长，four。 漂亮，被对方的牵制鼻子走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连续的反手弹击，好的。反手生交的张睿，实际上呢，这个针对性啊是很明显，啊，因为何卓佳。 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吧。嗯，擦网球。嗯，那这个。 好球，漂亮！啊，还是陈梦的，就是说一直思考着前一个球啊，因为毕竟这乒乓球比赛节奏太快了。不同的套路。One，three。 嗯，这个球是被陈梦算到了。嗯，这好球啊，漂亮！哦。 嗯，好球。 嗯，主动加质量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。啊，另外呢，过网球之后呢也下沉，好的，调动了陈梦，嗯。
好的，连续的加力，看香池，哇，漂亮，精彩，再变线，高压球，很顽强，还有，继续放高球，我们看，其实这种出手，谁能够扬长避短啊，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，将比赛，中性力量的反手相持。包括进攻的这个动作来看呢，还是有点急于求成啊，所以呢主动的是反手加力，正手在攻，好的，11-2啊，今天陈梦确实打出了极高的水平，11-2赢下第四局，从而4-0横扫何卓佳。